带俾大家两套单位，都系一线海景嘅，同埋咧其中有一套系送咗私家花园俾咗大家。哇，好靓啊 ！Lily 呢个景，好舒服系咪？系啊，超大嘅露台，超大露台。系，咁有几重啊？有七米啦，差唔多。咁呢个沙发咧都系比较清新啲嘅绿色嘅沙发啦，都系比较简单啲嘅。但是它很新淨喎、如果我們粉絲朋友想要買啲單位，可以自己種下菜嘅，養啲花嘅，養啲魚喺出邊嘅，咁呢個單位真係好啱啦！哇，係咪比頭先嗰套靚仔好多呢？因為咧業主係重新裝修過嘅，牆面咧做咗係一個魚鈎漆嚟嘅，係呢個係灰色嘅藝術漆。嗯，係啦，頭先咧就冇做個衣櫃，呢度嘅後期都咁樣設計，同頭先個單位咁樣啦，有個凹位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家 Lily， 我哋又見面啦。咁而家我哋到咗係惠東嘅阿婆閣度假區啦。咁而家咧近中秋節嘅啦，咁祝大家中秋快樂嘅。咁而家可以睇到啦，好多人喺呢度度假嗱，哇，小朋友喺呢度游水啦，同埋呢度玩啦、食嘢啦，係咪？嘆世界啦，真係好舒服啦。咁可以睇到嗱。前面少少咧，都系有烧烤啦，同埋小朋友玩啲嘢啊，婚纱摄影基地啊，同埋呢度仲有冲凉房啦，系咪饮奶茶嘅地方啦，系比较多啲嘅。如果我哋想要去玩啲水上嘅活动啦，嗱可以睇到啦，呢啲都系有可以自己买飞啊，摩托艇咧，睇下啲价位咧，差唔多即系$200左右有咯，都可以去玩呢啲水上嘅活动嘅。OK， 就唔啰嗦。今日带俾大家两套单位，都系一线海景嘅，同埋咧其中有一套系送咗私家花园俾咗大家，前后都有花园嘅。咁呢个单位咧性价比真系超级高，可以做呢个拎包业主嘅状态，全间屋系由咗一个艺术漆嘅，系好靓仔嘅单位咯。同埋呢个价钱，成个十里银滩维港位最平嘅一套，超级靓嘅。咁就唔啰嗦啦，而家带大家睇个呢个单位嘅情况，同埋咧介绍下呢边嘅呢个交通情况添。咁呢边交通都知道啦，喺深圳莲塘关口、卢关口都可以坐坚桥巴士，22蚊，70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到我哋屋苑楼下前边嗰、那个即系个维港湾个 logo 嗰度，维港湾五期门口个转盘嗰度都知道嘅，交通系好方便嘅。咁同埋呢边咧，我哋都可以啦。坐免费穿梭巴士到深期买嘢食嘢是 OK 的。咁五期呢个配套情况好唔好呢？配套情况是冇问题嘅。咁可以睇到嗰边一粒都系一个海鲜条街，就可以食海鲜。同埋呢同埋五期嗰边呢成个长沙湾嘅一个食肆系有嘅。落下就有一个两个超市啦，可以买我哋平时嘅肉类啦。同埋新鮮嘅蔬果蔬菜係 OK 噶，咁同埋咧，我哋而家喺呢個位置係屬於一個出入口嚟嘅，成個維港灣只得一個出入口，可以直接上去我哋單位啦。咁今日帶俾大家呢兩個單位喺邊度咧？就係小地塊，就係我哋呢個位置啦，直接上去係好方便嘅。咁唔啰嗦啦，而家帶大家去睇下呢個單位嘅情況點樣先。这次的单身旅程，仅有的孤身只影，迎着凄风冷雨看风景，把记忆的酸与甜挤进每一封信件。离愁没有烟，遗留在每咖啡店，明信片没60字，默默尽是异地故事，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。由卓在定义旧日憾事没什么止，或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，从前从不懂，全情难相拥，仍然藏着暗涌，是我旧日孤傲自封。好，咁而家同阿 Easy 咧嚟到我哋单位上边啦。嗯，先睇个景先。哇，好靓啊 ！Lily 呢个景真系好舒服，系咪啊？系啊。同埋咧，因为而家中秋嘅假期啦，好多粉丝朋友都过嚟呢度玩啦。睇下下边咧，好多人喺呢度游水，系玩水上活动啦。同埋下边呢啲，下边系嗰度系属于个
入口嚟嘅，即係我哋維港灣嘅只得一個入口先。所以咧，我哋呢期咧落去係好方便嘅。頭先喺下邊上嚟嘅啦，咁可以睇到啦，呢排全部都泊滿車噶啦。係啊，人山人海喎、啊。嗯，好多人啦。咁而家係睇下兩點幾都咁多人喎、啊，四點幾、五點幾，好多人喺呢度玩噶啦。係、嗯。咁頭先都介紹過呢邊嘅交通啦，同埋個配套係比較完善啲嘅。咁先介紹我哋依個單位嘅情況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佢係104个方嘅，佢有一個。超大的露台，超大露台，系咁有几重啊？有七米啦，差唔多。七米啦，系啊。入嚟啦，呢度有个凹位啦，可以放只洗衣机嘅位置啦。咁业主系摆咗个洗衣机嚟嘅，系 TCL 类洗衣机啦。因为太阳晒住啊，系会啲风化咯，啲旧旧地，其实系可以用翻嘅。嗯。咁后期咧，我哋可以咁设计咧，做呢排呢啲嘢，个设计啲储物柜同你个洗衣机封起嚟比较好啲嘅咯。OK， 咁呢個露台主要嘅景觀就比較靚仔啲咯。我哋都知道啦，呢邊你係屬於個西海岸嚟嘅，咁係成有啲西斜係正常嘅。咁、西海岸咧都有個好處啦，佢嘅風係比較柔啲嘅，同埋咧我哋近海邊嘛，唔驚會話潮濕啦，容易風化啦。咁一齊太陽照翻入嚟咧，係比較舒服啲嘅。係、可以睇到啦。我哋後期啦，呢、這個位置咧放兩張凳啦，呢度望住海景啦，藍天白雲啦，都幾舒服，好 enjoy 嘅。或者我哋直接喺陽台度整翻個 BBQ 都得嘅喎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嗰日睇到啊，今日天氣還好啲啦，藍天白雲嘅。咁介紹下啦，咁前邊咧有個礁石公園，而家咧好多人喺呢度影翻沙相啊，玩網紅嘅打卡點啊，喺嗰度嘅比較靚啲。最高去就係五期、六期呢個位置啦。而家仲建緊就係我哋維港灣嘅六期。咁六期咧，而家都係有啲單位嘅，新房咧90几万嘅總價咯，邊包業住嘅，咁都係有啲單位係我哋喺街嘅，即係我哋獨家服務員啦，6200嘅單價係無批嘅、不過嗰啲單位都係要敷批嘅咯。咁如果我哋想要嘅單位，亦都可以揾我呢啲嘅。OK， 咁過去對面就係蒜苗灣啦，係嗰邊係屬於雙月灣，嗰邊係屬於外海，都幾靚下嘅。同埋嗰邊咧，我哋都有引啲二手房源，如果中意嗰邊咧，都可以揾我哋。咁如果我哋粉絲朋友中意夜釣嘅，去邊度咧？係 ，OK， 去嗰邊就有個小島啦。上個島仔搭個船過去。搭個船過去，去嗰邊釣魚啦，都係幾舒服下嘅。咁佢睇到啦，而家我哋所在嘅樓層咧係俾個中高樓層嘅位置啦，中樓層位置可以啱啱企喺呢度望住成個大海嘅，比較舒服啲嘅咯。唔同嘅樓層咧價位都唔同嘅。咁我之前都有賣過一座七座嘅樓房單位，都係十樓嘅位置，好靚仔，同樣嘅景。咁而家呢個價位性價比都幾高下嘅。OK， 咁而家去睇下雷勇呢個設計係點樣先。咁呢邊咧都係兩部力四火嘅。咁而家呢度所坐位置係一個前排嘅位置啦，比較靚仔啲嘅。咁呢邊咧係有兩個單位，嗱隔離咧有而家業主係住緊嘅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業主都係擺咗一個比較簡單啲鞋櫃啦，嗱都可以用翻嘅，不過咧就有啲舊嘅啦，係。我睇大家咯，如果要嘅放喺呢度，即係污糟係可以放出邊嘅。係，咁我哋成日去沙灘玩啊嘛，係嘛？黐滿曬，即係比較邋遢嘅鞋放喺入邊，放喺出邊呢度咯。OK， 咁呢個單位咧，佢睇到呢道門都係當時嘅鳩標嚟㗎，連埋帕卡索都可以用翻嘅，都保養都好好啦。咁再過嚟呢邊咧，佢係一個廚房嘅位置，哇！廚房幾大下喎、啊？啱我。係啊，同埋咧個光線啦都幾好嘅，比較呢個面。即係面廚嚟嘅咯，咁佢睇到呢邊係有個鮮盤仔啦，拎啲死菜啦、切菜位置啦，同埋下邊係個凹位，後期我哋可以放消毒櫃啦，或者放個死即係個洗碗櫃係啊，放呢度嘅。咁 OK， 咁呢邊咧係有抽飲機啦，同埋煮雪台嘅。業主當時咧都未開過火嘅喎。嗱俾大家睇下。個燃氣咧應該係佢當時翻嚟沖涼嗰陣時候用過嘅，係啊，幾乎就冇乜點喐到啦。係。咁呢度咧都係有一個萬和嘅一個熱水器嘅。嗯。咁成間廚房可以睇到都唔使執嘅啦，搞好衞生就 OK 㗎。係，買個雪櫃得㗎啦。雪櫃同埋消毒櫃，雪櫃呢個位置放個單門雪櫃係 OK 嘅。嗯。廚房夠大啦，光線 OK 就足夠㗎啦。咁最過呢個位置咧，我哋後期都可以做一個設計嘅。咁做咩咧？後期我哋可以做一排嘅呢個鞋櫃同埋餐邊櫃連埋一齊，咁成個空間咧儲埋會比較多啲咯。係、如果中意飲酒嘅朋友咧，直接一 set 過去做一排酒櫃喺度，哇靚，型到爆。嗯，
咁我哋咧攝影師企嘅位置望出去嗱，係咪好靚仔？嗯，俾個鏡頭俾大家一線海景啊！哇，同埋咧望住下邊嘅大海啦，同埋啲小朋友喺呢度玩水上活動啊，都幾靚下嘅。OK， 咁坐喺呢度呢個位置咧就係個餐台啦。咁餐台咧就要搞好衞生啦，即係有啲氛圍嘅。係一台四人位咯，咁六人位都 OK 嘅，咁呢個空間係足夠嘅啦。坐喺呢度都係一邊望海景一邊食飯嘅，好舒服啊！咁呢個梳化咧都係比較清新啲嘅綠色嘅梳化啦，佢係比較簡單啲嘅嚇。但係佢好新淨喎、啊，係好新淨嘅都可以用嘅，即係襟用啲咯。茶几、電視櫃同埋餐台都係一式嘅。呢、这個係一個綠色嘅布藝咯，都可以用嘅咯。咁同埋成個開間咧，有幾大啊？度下係已經有差唔多四米咯。四米開間係足夠嘅咯。同埋呢度係個每啲牌子嘅冷氣嚟嘅。嗱，其實我覺得而家都幾熱下，我唔覺得會唔舒服去焗咯，因為佢對住海啊，海風同埋呢個門打開嚟可以形成一個南北對流嘅，比較通風啲嘅啦。OK， 呢個電視咧都比較大啲嘅，有65寸嘅大電視啦。嗱，呢啲全部都係有嘅，即係我哋後期咧，如果睇中呢個單位，拎包要住係冇問題嘅。咁行出去作為頭先睇嗰個大露台啦，一個差唔多係7米嘅露台，望出去鏡都好靚仔。哇！而家即係點樣形容啊？依隻點樣形容啊？呢、這個 bling bling 嘅係咪海面一閃一閃嘅，好舒服。是啊，看到了这个景色真的很有想下去游水那种冲动感啊。我们太靓了，这个景色想跳下去是吧？是啊。OK， 过来看看我们第一个厕所啦。那第一个厕所呢都很大喎，这里。嗯。干湿分离做好的啦，这个位置两个人冲是足够的啦。那这道窗呢还有呢，业主是做了一个纱窗的动作的。那上面呢，这个业主是很细心的啦。那保养屋企都是挺靓下的。那这里是一个深段式的托门啦，还有坐厕啦、洗手台都是当时一个高标来的。主要是我看看即是有没有位咯，同埋呢个保养嘅程度都还好的。好新净。嗯，下边都可以做好这个防潮的东西啦。OK， 咁过嚟系睇我哋第一间房。咁呢间房咧，佢系一个阳台部件嘅，可以赠送一半嘅积咯。大概几大啊？呢度啊，睇睇先，两米几两米。哇，呢、這个有六七平方，连个七个平方有。再有系赠送一半俾大家嘅。咁呢度咧都系有个七字形嘅大窗咯，同埋望出去景啦，比较靓仔啲，可以望到海景嘅。即係啲內灣呢邊景係望得到，下邊係一個海鮮街嘅一個街市嚟㗎啦。咁就係有啲少少缺點，就呢度會睇到隔離嘅單位。係一定要裝窗簾。嗯，呢、這個裝個窗簾就 OK 㗎啦。係屋主裝咗個窗簾軌度，但係咧可能佢自己拆咗攞走咗。係呢間可以做一個多功能房間咯，瑜、嗯、伽房或者書房都 OK 嘅。咁對面咧就係我第二間房。咁第二間房咧，而家去睇到啦，成個 size 比較大啲嘅，差唔多有。12个方左右咯，系咁呢间房咧都系放咗1.8米嘅大床啦，咩啊？呢个比较襟用，即系唔系几好睇，普普通通咯，好简单，系简单啲咯，系咯。咁嗰个位置都可以做一排嘅衣柜嘅，空间系足够嘅啦。可以睇下床面咧都保养比较 OK 喎，哇，一个好卡哇伊嘅呢个咩啊？哆啦A梦啊，哆啦 A 梦系啊，呢个比较得意啲咯，同埋冷气都有嘅。咁呢个房间咧主要系咩咧？可以行出露台呢边，哇，好舒服啦！又可以望住大海喎，哇，都唔错嘅呢间房，系好开心。咁瞓住咧都可以望住海面嘅喎，比较靓仔啲。因为啲楼层咧系中间楼层位置。嗯。咁而家到咗我主人房啦，佢系个土间设计，同埋咧里边咧啊，我哋摄影师可以翻入嚟。个门后边其实可以做衣柜嘅。系，里边咧仲有一个衣柜嘅位置啦。嗱，设计呢做一个到顶嘅衣柜啦。咁、我哋嘅衣柜咧，储物空间就有嘅啦。最过嚟咧，你睇下厕所咧，都系当时个高标嚟嘅。嗱，保养都好干净，唔使执噶啦。再次，嗱，干湿分离同埋洗手台都系 OK 嘅。那個窗仲可以睇埋海嘅。系，仲可以睇海。一边冲凉一边睇海。系啊，跟过嚟咧，我主人房啦。哇！主人房我覺得都比較特別啲，好喜慶啊！呢個衣櫃同埋牀都係比較古董啲嘅咯，不過好襟用啊，用過10年、20年都冇問題嘅。係都係有幾大啊？米八啦，米八好似哇，好似要兩米咁喎。係應該係米八闊兩米長咯。係係，咁呢度咧都係瞓住可以望住一線海景，同埋下邊嘅沙灘嘅。
哇，都几靓。哇 ，OK， 嗱，你喺个床头呢度，即系日日可以瞓住觉都可以睇到大海喎、哦。系，都好靓嘅。OK， 咁我哋成间单位就睇完啦。呢个单位咧系104个方嘅，做到3间房、2个厕所，2间房系望住一线海景嘅，好靓仔啦。拥有一个超大嘅露台。咁我哋粉丝朋友咧好多系想要前排单位，同埋咧即系要靓啲嘅。唔係望啲即係唔可以望到六旗嗰邊嘅位置冇咁靚，呢邊咧係可以直接落去沙灘嘅，落樓就喺沙灘，好方便啦。因為咧維港灣即係得一個出入口啫嘛，所以咧想方便啲嘅，梗係買小地塊呢個位置啦，或者隔離有樓王單位有7座嘅，不過價錢咧會貴少少咯，睇大家點樣去比較嘅。咁呢個單位業主嘅出手價咧係108,000嘅總價。就可以攞翻呢個單位啦。咁呢個單位咧都係有啲缺陷嘅，前排單位咧好多單位係不滿2年嘅，即係有啲增值税咯，就40,000左右嘅增值税啦。咁同埋呢個單位都係我哋起家嘅交易費啦，少少佣金嘅30,000左右。即係你買呢個單位，佢嘅算下佢總共要幾多錢啊？108,000加埋30,000就係。40,000就115,000左右就可以拎翻呢个单位嘅啦。咁同埋咧呢个单位都有啲矮楼层，即系同样嘅格局啦。我哋单元下边有个2楼嘅，而家俾大家对比一下两个单位，佢差价差得好多啊！如果我哋话要前排单位，我对楼层咧唔系几多要求嘅，可以睇下第二个视频，第二个单位嘅情况。呢条片一定要睇落去咯。好，阵间见。香槟因为美是令人人喝醉，谁不遵守规矩敢喝开水，痛快到震得泡沫缓缓破碎，红透了每个宾客被散去，狂欢中星斗没法讲情，时间到了转身不眨眼睛，一天一夜了，谁能听到善才叫，街灯醒盖休息了，要多得破晓，一天都光了，潮雨上流动了，已老了一天的心照跳，好，咁而家同阿伊士咧到咗我哋第二套单位呢度啦，咁可以睇到而家所在位置咧，佢系2楼嘅位置嚟嘅，咁咧即系佢系。是一楼，不过呢度系一个架空架高咗嘅，架高咗嘅，下边系商铺啦，所以呢个位置系属于2楼嚟嘅，比我啱啱啲咯，我觉得。咁望出去景咯，梗系冇头先个咁靓仔，不过我觉得还 OK 喎。系啊，但系佢呢度有个花园喎，Lily。系呢度咧，同佢可以望住一线海景嘅同时咧，佢下边系有一个差唔多系10几个方嘅花园，私家花园嘅喎。是不同的，当时业主买过来的时候都要加了几批东西去买这个单位，这里这么大啦，这个花园，哇，其实我觉得很舒服啦，有些别墅的 feel 啊。是，如果我们粉丝朋友呢想要买一些单位，可以自己种下菜的，养些花的，养些鱼在外面的，那这个单位真的很合适啦。落去就是沙滩，刚才我们呢在隔离那座单位过来的，这里是一个一单元，刚才是二单元来的。都是很方便，落去就是那个位置，就是一个沙滩的入口啦。嗱，可以看到前面一排都是一个食街嚟嘅，即系一个大饭店啦，同埋一个海鲜档咯，真系好方便。落楼就可以解决到我哋生活所需噶啦。咁讲翻呢个单位啦，头先我哋睇到呢边都是一个私家花园。咁转个镜头俾大家，嗱，隔篱嘅呢个单元咧，业主系点样设计嘅呢？系，佢系做咗个硬化啦，同埋咧嗱留咗一橛做花园啦，哇，好识睇。系，佢系呢度铺出去嘅，呢个栏杆落book咗佢，咁咧呢度门嘅都可以book咗佢，全部移出嚟做一个落地嘅大飘窗，
哇，成個客廳都更加大，更舒服啦。咁後邊呢個花園咧，我哋呢度嗱，呢度去 book 出嚟做一個門仔出去啦。下邊可以養啲花花草草啊，種啲菜啊。嗱，呢度幾大？就係呢個位置幾大？八個方左右，有噶啦，八九個方係有噶啦，七八個方左右咯，嗱，都係幾舒服嘅，係即係見仁見智啦，每個人中意嘅嘢係唔同啊嘛。如果我哋粉絲朋友中意啲大花園嘅，同埋可以望到一線海景嘅，真係好難玩噶啦，成一座只嘢，即係燈，即係只要一呢一套噶啦。係啊，啲稀缺產品嚟噶嘛，嗱，一線海景同時咧又可以享受到入私家花園喎。係，咁睇下成個露台咧。跟剛才那個單位都是差不多的，有7米長的大露台，還有這些都是一個1米8左右的開間的。是 OK， 後期看大家怎樣設計，這裡這麼大的露台，你想燒烤啊，想這裡喝茶啊，想怎樣都 OK 啦，是不是？是啊。 OK， 現在要來看看整間屋，哇，是不是比剛才那套靚仔很多呢？因為呢業主是重新裝修過的，牆面呢做了是一個乳膠漆來的，這個是灰色的藝術漆，藝術漆是比較英俊一點的。 OK， 那格局都是一模一樣的，104個方的，這邊是有粒間，給大家走出去看看，這裡是有兩個粒的，兩個粒四火的，那這裡走出去就是我們自己的荷花園，哇，很舒服咯。即是我們很多粉絲朋友因為都是買來自己退休養老的，我不想要那些高層的，我想去方便一點的，下來就是沙灘的，還有後面有個荷花園，即是我覺得這裡走出去好像自己的私家花園那樣的感覺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意思性的，我覺得是不是？我們不用坐升降機，又不用行樓梯，是啊，是啊，行出嚟食饱饭，呢度散下步，行下都几舒服喎。呢度花园都好大嘅喎。系，仲有埋个观光 lift 啦，可以坐上去上边嗰个花园嗰度都得嘅。因为呢度咧可以上去上边花园，下边花园就冇上边咁大啦。不过我平时喺呢度散下步，其实 OK 嘅。咁呢边咧就系我哋嘅一个入户大堂噶啦。啊，行，即系头先喺呢度出嚟嘅，都系有一个呢边嘅人面识别咯，密码嘅。啊，揿个物业就可以入嚟噶啦。咁过嚟都睇到两部呢噶啦。嗱，即系我哋打开道门嚟，系可以比较通透啲嘅。好凉爽啊！呢度系 OK。嗱，呢度系两个单位嘅，而家出咗就系呢个单位噶啦。咁呢度咧同嗰度系一模一样嘅，呢度系个凹位。后期我哋可以摆啲简单啲嘅简易嘅鞋柜呢度储物系比较 OK 噶啦。哇，好凉爽啊！系，好通透喎。我哋过嚟睇下我哋厨房啦。咁厨房咧，嗱几大下啦，都系同样嘅 size 啦。U 型设计嘅厨房。咁业主咧之前都系冇咩开过火嘅啦。嗱，好新净嘅，主食台都 OK， 都可以用翻嘅啦。咁呢边咧切菜位置同埋两个鲜盘洗菜，下边系一个消毒柜嘅位置嚟嘅。咁镜就冇咩镜啦，现在厨房系比较开朗啲嘅，望出去系一个平台嘅。咁同埋業主係做咗一個紗窗嘅設計嘅啦，咁燃氣表啦同埋熱水器咧都係做好嘅，咁熱水器係個敏嘉樂牌子嘅咯，嗱呢個位置咧可以放啲電飯煲啊，我哋呢啲雜物放喺呢度嘅，咁業主都係買咗呢個美的嘅冰箱，哇，都係我而家表現喎，嗱成個廚房買個消毒櫃就可以用翻嘅，比較開朗啲。啊 ，OK， 咁再過嚟呢邊咧就是我哋嘅餐廳同客廳啦，佢係個掃廳設計嚟嘅。剛才講咗啦，全屋都係做咗一個藝術漆嘅，比較靚仔啲啊。咁呢邊咧係一台四人位啦，嗱成個餐台嗱呢度空間係夠嘅啦。如果你哋後期咧，我哋做啲二合一嘅餐台都 OK 嘅。咁呢邊嘅位置咧點樣設計，仲可以做一排嘅餐邊酒櫃，係餐邊酒櫃一式整過去，咁空間比較多啲咯。係或者係做翻一個玄关柜啦，即系一个隔断柜啦，咁我哋个梳化咧就唔会对住我而家个位置，即系门口呢度。即系对住大门咯。系冇错冇错。比较靓，即系隔断咧就可以做啲酒柜隔断于屋企嘅。咁呢度系摆住一个洗衣机啦，可以放喺露台嗰边嘅，因为业主惊风化咗就搬入嚟嘅啦。OK， 咁睇下梳化，哇，呢个系皮质嘅，系咪啊？系呢只。不過如果佢咧有個 U 型，即係 L 型嗰種梳化更加正，更加正咯。係啊，之後就簡單啲咯。不過我都屋企都可以用嘅，茶几、梳化、電視櫃呢啲，小米牌子嘅65寸嘅大電視，
咁我哋呢一套，做埋个电视背景墙贴上去嘅系嘛？呢、个即系墙纸嚟嘅，啊，睇大家中意咯。如果换咗佢都 OK 嘅，因为呢个好简单嘅，即系换咗一个墙纸会比较好啲咯。啊，床布啊，床布比较好啲啊，呢个系墙纸嚟嘅，系冇咁靓咯。OK， 咁行出嚟就系头先睇到嗰个露台啦。咁就唔介绍咁多啦。咁行出嚟都系一个超大嘅露台，望出去镜都好靓仔。哇！落雨喎、啊，系水为财，系水为财，系祝睇我哋呢条片嘅朋友、个个都顺风顺水又发财。顺风顺水 ，OK。咁头先未讲啊，呢个玻璃咧，后期我哋叫我咪要换咗佢就 OK 噶啦。OK， 咁而嚟睇下我哋休息区啦，同头先嘅格局都系一模一样嘅。嗱、啊，俾个镜头俾大家就 OK 噶啦。入门咧，嗱、啊、呢边咧系有干湿分离嘅坐厕啦、洗手台啦，啊都系有嘅。最高咧系第一间房，都系一个设计咗嘅一个赠送一半嘅阳台嚟嘅，咁呢度咧，即系业主系搞得冇咁靓吓，应该佢，系应该系佢之前咧摆嘢嗰阵时，应该又刮花咗，刮花咗系，咁呢度面景就冇咩景噶啦，望唔到海咯，系望住平台嘅，咁系赠送一半嘅积啦，系一个多功房阳间房嚟嘅，阳光房 ，OK， 过嚟就系第一间房，咁呢间房同头先我哋睇个第一个视频都系一样嘅啦，望出去就一线海景啦，可以行出去露台。同埋咧，業主好貼心嘅，呢度做咗個防蚊嘅一個紗門喺呢度，係係即係我哋可以打開嚟咧，比較通風啲。嗱，我哋咁樣設計嘅，即係唔會話覺得房間裏邊好悶咯，比較舒服通風啲咯。咁而家擺住啲牀都比較真係好簡單啊。嗯，但係佢好新淨喎、啊，好新淨，都係用翻嘅。同埋一个床头柜啦，呢啲嘢啦，后期做翻个衣柜，做翻个衣柜 OK 啦。呢间房都系有冷气啊，灯都换埋晒嘅，窗帘都系有嘅。咁过嚟就我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都系套间设计啦。系呢个屋主做咗个衣柜隐藏喺入。系啦，头先咧就冇做个衣柜，呢度咧后期都咁样设计，同头先个单位咁样啦，有个凹位嘅。咁后期咧，我哋被啊，同埋嗰个衫裤放里边就 OK 噶啦。咁睇下厕所啊，俾个镜头，几个镜头俾大家就 OK 噶啦。做咗呢个干湿分离嘅厕所，咁主人房咧都系全屋都系做翻一个嗱，叫灰色嘅艺术漆。艺术漆啊，佢因为呢个床头呢边颜色系有啲唔同嘅，比较新，比颜色比较新啲嘅，系深少少，深少少。OK， 一米八嘅大床啦，同埋床褥呢啲都系有嘅。都未拆嘅喎，系啊，好新淨，系啦，好新淨嘅，冷氣啦，同埋燈啦都換埋嘅，咁窗簾都係有嘅啦。咁呢度咧，頭先都睇到呢邊行出係個花園仔嚟嘅，係。咁你後期養翻呢啲自己中意嘅花花草草啊，就比較養眼啲咯，同海望到一線海景單位。咁成個單位喺度睇完啦，呢個係104嘅三間房兩個廁所，同頭先嘅格局係一模一樣嘅啦，即係唔同單位同埋樓佢嘅樓層係唔同嘅啦。頭先係一個中間樓層，呢個咧係個即係二樓嘅位置。呢個單位嘅區別線序咧，呢度係送咗十幾方左右一個。私家花园，系够等够期咧，我哋可以种翻自己养嘅啲花花草草，系唔同嘅呢个 feel。同埋咧，我哋头先行出去嘅大门口就系后花园嘅啦，好靓呢个单位，同埋呢个价钱真系平好多好多啊！头先计咗啦，110几万先可以攞翻嘅单位，咁而家呢个单位90万，唔到100万喎、啊。即系90万嘅总价就可以攞翻呢个单位啦。咁呢个单位都系有啲税啦，同埋呢个少少嘅佣金嘅。咁呢个单位就交呢个契税就 OK 噶啦，因为呢个系满咗两年嘅，唔使交呢个增值税噶啦。同埋咧，少少佣金就2万几左右咯。即系呢个单位全包落嚟就93万左右，出头多啲咯，就可以攞翻个单位啦。契税就系总价嘅1.5% 嘅。大概是13000几，是13000几左右的契税啦，这个就是交给政府的啦。咁呢个单位红本制手，即刻就可以交易，睇大家中意第一套定系呢套第二套啦。两个单位区别真系相差好多喎，差20几万嘅总价。系啊，因为或者咁样咯，系嘛嗱，如果我哋即系有少少位高嘅朋友嘅话咧，我建议真系拣翻呢套，劲悭20万嘅同时有翻一个咁靓嘅一个私家花园喎，而且仲可以系啊，仲可以睇埋个一线海景添，并唔系话我哋拥有咗花园就冇咗个景，唔系嘅，系啊，两者可以兼有嘅，真系好靓嘅单位。
我個人係好中意咯，因為呢度係冇遮擋嘅，好多賣二樓、三樓嗰啲就前面係有樓遮住嘅，咁唔會咯，因為呢度係屬於前排單位，嗱前面可以睇到啦，一線可見，六樓就係沙灘嘅，係好方便嘅，買嘢食嘢就都 OK 嘅。咁中意呢個單位嘅，嗱嗱聲掃描上邊兩個二維碼，有我 WhatsApp 同微信嘅，可以聯繫我呢啲啦。或者下边有链接可以点击落去跳转到 WhatsApp， 第一手资料俾到大家嘅，即刻联系我啦！我哋喺家都系包接包送包埋餐俾大家嘅，即刻嚟睇下呢个单位最新嘅情况嘅。OK， 咁我就唔啰嗦啦，中意维港湾嘅即刻联系我哋啦，或者我哋想要三期嘅，或者系沿海嗰边呀，或者想要二三十万嘅单位都系有嘅。不过维港湾呢边咧就比较新净啲。佢嘅價位咧就係比較貴啲嘅啦，嚇出手嘅買價啦，因為一手買過嚟價錢都比較貴嘅，一百幾萬喎，而家咧九十萬就可以攞到呢個單位啦，即係業主都我等佢好肉赤啊呢個單位，係啦，佢又即係撇到好多錢落去嘅啦，OK， 咁就唔啰嗦啦，咁中意呢個視頻嘅就嗱嗱聲聯繫我呢啲啦，咁呢集視頻就而家呢度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撑得起，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？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，也永没法比。求你别厌，如从前纯熟地碰我，而我问我，为何还能够碰伤我？要让我一败涂地，输得更多。求你别说错过我，其实亦爱我。如这性百纳得意，分与你多满意。数十年后，我也知，如果见你，我愿意将一关过完。